跟着我的搭档说，做一辈子的好搭档，这我的回答是必须的。2014年，其实签约的时候是我的搭档是签约，我是被签约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的签完约以后，我的老板曾经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就说了很多，用广东话：“正义，你知不知道啦？其实啊，你呀、啊、是被签约的啦。”其实当时呢，我呢是听了玲花的声音，我是想打造第一个女刀郎的啦。最终我听明白了一个词语，我把它总结叫：我是被签约，我搭档是签约，是叫买一赠一。